各位参加福伦牵涉器台湾好福气圆游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凤，很高兴用远距预录的方式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呢，社会企业从我去年加入那个开始，一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在这个业务推展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台湾有惊人的生命力，以及呢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但是在这个创造共好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台湾的民众呢，虽然按照星展银行跟联合报愿景工程的一份调查，有64%以上的朋友都很愿意多掏一些钱来购买具有社会使命或者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产品或服务。但是呢，问到说，那社会企业是什么？有超过80%的民众其实答不上来。这就告诉我们说，像福气大礼包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不只让全社会，也让企业界更知道社企所代表的理念。我们自己办公室呢，也会制作一个短片，可能在接下来一两个月左右，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各样子的访问，或者是我自己的演讲行程里面去播放。那希望能够让社会各界只要花短短的时间，就可以知道社会企业是做什么，为什么它对我们非常重要。接下来呢，社会企业界也会在10月中的时候，在这个空总的这个基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这个中心是当初我们谈了大概100多家社企的朋友们，结合大家的需求凝结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的规划。未来每个礼拜三上午，我都会在那边，是我的 office hour。如果对社企有任何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直接来找我聊聊。当然，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在这个开放空间的一楼，将会是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所有做各种社会创新模式的朋友，从一开始只是一个 proof of concept， 到接下来可能有一个 proof of service， 最后一个 proof of business model， 都可以在上面尽情的展示，让所有经过的朋友们，让所有来观光的朋友们，让所有关心社企的朋友们，都可以觉得说，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来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企生态系。最后呢，也敬祝这一次的这个圆游会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个身体健康，也希望这次的圆游会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谢谢大家。